此遇见新知己，我们现在已经坐船正要离开了那个马祖的福澳港。哇，有没有看到那个白白这样一圈，那个就是蓝眼泪，好像是白眼泪啊，蓝眼泪啊。哇，现在起雾，今天的飞机又停飞了，所以呢，马祖这雾区啊，在每年的四月、五月，甚至到六月中旬啊，都有起雾的可能，飞机航班的飞行就比较辛苦。马祖一览，可以看一下啊。拜拜，整个带弹，拜拜。